12月9号，今天我们要搬到另外一个民宿去，然后我们打算先出来吃个午饭，吃完午饭呢就收拾行李，收拾好，已经收拾好了东西直接提走去另外一个厦门大学，然后今天下午要去坐一下大海地铁，哦，对不起。然后去拍一些做的照片跟视频。Go， 到啦！我们今天中午吃饭的地方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。我们点了一个蓝煎干，还有一个是叫蓝煎干呢，还有一个上汤苋菜。这个就是我们点的香酥芋泥鸭。这边还有一个蘸料，这个是蓝煎干，哇，好舒服，有点甜甜酸酸的味道。哇，这个上汤现在又刚来的哦。单位做芋头，我香酥芋泥呀，其实我觉得你不是考研芋头，我觉得可能有吃到好吃的，因为我爸也不太吃芋头，他不会吃。接受过采访，然后我们就打算去看一看，反正也不远，不远个鬼，好吗好吗，也还好啦，不会很远啦，坐公交车过来的，怎么样都比我们厦门在最高楼吃饭对呀、啊，总比昨天去泉州吃了个饭来的近嘛。好，我们现在在过去的路上，到啦，就是这一家浪地咖啡。打草，他的看板上面写了众多明星打草之地，这个打草之地是啥意思我还是没搞懂，来吧，打草之地当当，哇，有只小三花喵喵，里头啦，这里好舒服呀、啊！今天的天气又是阴天，没出太阳嘛，然后又不会很晒，坐在这感觉还挺舒服的。看一下。
哇，这里有好多杨桃哦，看见没？杨桃树原来是长这样的。谢谢摄影。到啦，在这里，嘿。二楼的这个小露台好舒服呀。点了一杯生姜拿铁，那个是日式蒙了，这个是叫什么来着？焦糖圣姑，我叫茶姑。这几个圆圆的是泡芙。突然开始下雨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出发去附近的一家可以做手工香水的地方，希望那个雨不要再下大了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带伞。这个地方叫做艺术西区。我们说的那家可以做手工香水的店就在这里头，这里好多这种小店。到啦，就是这里。刚才门口还有一只小猫咪。我们现在到了吃饭的地方，就在刚才的做香水的那个地方附近，这个地方叫酒厂。我刚才呢一个人淘了一瓶香水，他调的是木质香的，在这里挺便宜的，比去买的品牌的香水要我觉得更划算，因为用的都是自己喜欢的味道。我们点了一个芝士猪排，点了关东煮，这个是味增大肠，还有一个章鱼烧。没有个剧组在这里啊，你开始从这儿玩哪儿的？知道好像应该有一个剧组在这里拍戏，好美滋呀！你确定这里能走出去？导航是告诉我在这边，我的名字。啊，你导航亮了。